胜利投手五夺一瓦负零 L， 败战投手史博威零瓦负一 L， 胜利打点陈子豪二局上，单场 MVP 五夺，总冠军战首役吸引近两万名球迷进场。记者林正坤社。总冠军战首役吸引近两万名球迷进场。记者林正坤社。兄弟赢球将系列战扳平。记者林正坤社。兄弟赢球将系列战扳平。记者林正坤社。第九局，九下兄弟换上王洪成关门，陈俊秀遭触身球保送过严文吞 K， 林成飞滚地球造成对手失误，桃园攻占一二垒，接着小将林立上场带打敲安助原队攻占满垒，蓝银轮第三度二垒安打清空垒包，桃园连赶三分，五比八落后。不过博荣大王滚地球遭刺杀，比赛结束，王洪成成功关门。记者林正坤社。林里记者林正坤社。九上桃园由林国玉接替投球，周思齐、詹子贤接连敲安，兄弟攻占一三垒，张志豪适时安打，兄弟八比二领先。接着陈子豪敲安，不过原二垒跑者在本垒前被触杀，接着彭正敏击出双杀打，三出局。第八局，八下兄弟由吴哲元接替投球，林志平乔二垒安打，不过下三棒王伯荣、林红玉和朱玉贤接击出飞球被接杀。八上桃园更换投手林伯佑，捕手严红军、彭正命安打上垒，林明杰牺牲触及将跑者推上二垒，陈江河滚地球二出局，跑者上三垒，接着王威成适时安打，兄弟七比二桃园。彭正敏敲安，记者林正坤社。王威成击出一分打点安打，记者林正坤社。第七局，七下一出局后，杨耀勋上场代打，击出反弹球遭刺杀，没能建功。接着蓝银轮滚地球遭刺杀，桃园三上三下。七上桃园换上朱俊祥投球，先让陈江汉击出左外野方向安打，再对王威成投出四坏球保送，原队再更换王月玲接替投球，吴东荣短打安全上垒，兄弟攻占满垒。不料桃园仍止不住血，再对周思齐投出保送挤回一分，接着张志豪高飞牺牲打再跑回一分，兄弟六比二领先。第六局，六下第三棒博荣大王乔安上垒，二出局后陈俊秀也乔安，不过郭彦文滚地球被刺杀，结束攻势。王博荣乔安，记者林正坤社。六上二出局后，张志豪获保送上垒，陈子豪乔安，兄弟攻占一三垒，接着彭正敏击出关键安打，兄弟再下一城。第五局，五下五夺再让桃园三上三下，五上林明杰、陈江汉接连吞 K， 王维成适时击出左外野方向二垒安打，不过吴东荣也遭三振，结束半局。第四局，四下桃园打线三上三下，四上史博威再让兄弟三上三下。第三局，三下蓝银轮在敲二垒安打，林志平触及失败三振，王伯荣也吞 K， 形成二出局。不过林红玉适时安打，助桃园再追一分。蓝银轮二度二垒安打，记者林正坤社。三上兄弟打线三上三下。第二局，二下二出局后，林成飞安打上垒，林成飞安打，记者林正坤社。二上詹子贤滚地球造成对手失误上一垒，张志豪获四坏保送，接着陈子豪击出关键二垒安打，带有两分打点，兄弟反超一分。二出局后，陈江汉中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，兄弟三比一领先。彭正敏触及，记者林正坤社。陈子豪敲出两分打点二垒安打，记者林正坤社。陈子豪敲出两分打点安打，记者林正坤社。陈江汉中外野方向一垒安打，再有一分打点，记者林正坤社。第一局，
一下，桃园首棒打者蓝银伦敲出二垒安打，林志平滚地球遭刺杀，垒上跑者上三垒。接着王柏荣靠着触身球上垒，原队攻占一三垒。随后林红玉击出高飞牺牲打，桃园坚持得点。蓝银伦敲出二垒安打，记者林正坤社。林红玉高飞牺牲打带有一分打点，记者林正坤社。以上，兄弟开路先锋王威臣界外飞球遭接杀，王东荣左外野飞球也在全垒打墙前被接杀。接着周思齐击出滚地球遭刺杀，史活威投出三上三下。赛前 Lamigo 桃园队史第二次包办上下半季冠军，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年轻版中信兄弟，桃园太阳投史博威先发，他本季战绩15胜4败，防御率2.56。中信兄弟则推武铎先发，他本季战绩13胜8败，防御率3.63。中信兄弟先发投手武铎，记者林正坤社。桃园先发投手史博威，记者林正坤社。基层棒球小朋友开球，记者林正坤社。基层棒球小朋友开球，记者林正坤社。